快乐去 YTT。今集同大家嚟到嘅呢一个位置啦，同大家咧行呢一个。其实我应该旧年。應該要同大家拍噶啦，新年元旦前咧應該同大家拍嘅，不過因為前後太多嘢做啦，咁再加上太多片要出，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去到今時今日我先出到呢條片，咁就係行呢一個嘅任天堂 Pop-up Store in Hong Kong 呢個位置，咁就係喺呢一個嘅 K 十一 Mall 嘅呢一個即係藝術館啦嚇，咁啊呢一個嘅二樓嘅位置。系啦，咁其實片頭嘅時候咧，即係入片頭之前咧，其實咧見到我都帶大家咧由最低嗰層慢慢行上嚟嘅成個位置，係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咧根據呢一個位置去行。咁我而家咧正正就喺佢出面門口位置咁樣，咁其實我見到 Pop-up Store 好多嘢行，好多嘢買嘅。咁轉頭同大家咧入去 Pop-up Store 去行一行嘅，咁我咧就轉一轉個鏡頭啦，同大家咧睇一睇 Pop-up Store 外面嘅周圍有啲咩睇先。其實近翻個 Pop-up Store 斜對面呢度啦，已經咧有一個大電視咧，俾大家咧去玩呢一個任天堂 Switch 嘅一個新嘅 Mario 嘅遊戲啦，叫做 Mario Brother 嘅驚奇。哇！呢一個係中文譯名《馬里奧兄弟驚奇》。我理解唔到點解會咁直發啦。咁你呢度咧，其實佢都有寫到明嘅。咁啊，喺呢一度買任何以下三款嘅商品，即係佢可以買到咯。OK， 咁而之後咧，咁啊呢一度啦，就會有一個嘅禮賓換禮處。咁其實咧，佢係一個嘅一個級十一嘅會員禮遇啦，就係喺呢個 Pop Store 買商品同一日嘅登記單嘅電子消費，滿咗300蚊或者800蚊都會有呢一啲嘅禮品去。去換咁樣，其實都 OK 喎，即係呢個位置除咗有 Pop-up Store 之外，都俾你去做埋換嚟。好啦，喂，唔講咁多啦，入咗去個 Pop-up Store 再睇啦。好，咁啊，而家呢個係一個入口位啦。咁暫時嚟講咧，就唔需要話特別排隊住嘅。咁所以佢其實有個排隊嘅制度，就明顯佢應該係太多人，所以佢要入場管制啦。咁入到嚟啦，咁啊，佢呢個都講到明係唔俾食嘢，所以大家唔好諗住攞住嘢食入嚟慢慢行，冇可能。不過入到嚟其實全部都係 Mario 嘅公仔啦，超大隻咯，黐線，癲咗啊！好得意啊呢堆。都有紫色，其實佢呢隻係好多顏色嘅，即係除咗大家見到平時見到嘅綠色之外咧，其實就其他顏色。哇，會唔會太過癮啦呢個？問到佢箱仔，呢個你攞嚟擺乜都得啦，實用性極高。好啦，幾多公仔喎呢度就邊個？咁銀嘅大佬，我以為自己入咗去大富翁啊！大佬銀到咁，大富翁啲棋咯。有啊，見到一大堆富巴敵人方面嘅成堆。好，好得意啊！呢只都算大隻，係啊。哇！呢個碧姬公主，成扎有好大堆嘅碧姬公主，同埋後面咧。好多奇洛比奧啦，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到 Mario 嗰套電影嘅話咧，你會發覺粵語版嘅即係配音嘅奇洛比奧都幾嘈，認真，雖然好得意，但我覺得奇洛比奧都幾嘈。咁啊，上邊咧其實係好大個菇頭，都係超得意哦！全部都係啲頭罩咧，套喺個頭度，超過癮，有帽喎。富巴頂帽是不是可以戴住呢一頂帽真係唱嗰首歌啊？超搞笑！隔離仲有 Mario 頂帽啊，嗰名先。男人咧要戴紅色，唔好戴綠色。OK， 好啊，咁啊，其實仲有其他唔同嘅周邊商品。我唔想嘥咁多口水，我都係同大家四周圍望下啦。在這個中間一點點位置，看到有樣比較有趣的東西，
咁咧其實就係任天堂出一啲嘅 game 即係 Switch 裏面出嘅 game 咧，包括動物森友會啊、薩爾達啊呢一啲嘅人像嘅公仔呢度有得賣，其實幾靚喎，就算包括 Mario 都好，我見過而家呢度都仲有啲貨喺度，哇，488蚊隻，但其實幾靚噶啲做工 ，OK， 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元旦前。你買一份禮物其實都不錯，或者新年期間買一份當禮物都 OK， 這幾靚。頭先咧行了一個圈咁滯啦，咁啊去翻啲近門口位置。其實咧佢呢度咧都有一啲任天堂啦，咁啊最近或者而家出緊一啲嘅新嘅遊戲啦。咁啊見到有《薩爾達傳說》嘅之類啦。呢個係話裝住嘅中文版，少少咧都已經有一啲嘅控制。跟住行過少少咧，已經係有呢一個皮克文啦。皮克文近排又係好多人玩嘅一隻任天堂 Switch 嘅 game， 超多，有遊戲有精品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其實咧行過少少已經係有呢一個任天堂而家嘅主機。咁我見佢咧而家咧OLED 版本嘅主機咧，就算 demo 咧，佢都係成部新版都係紅色嘅。哇，好癲喎呢一部 OLED 款式啦，呢一部係紅色，係我最中意嘅顏色咯，紅色咗，紅色手掣。哇，呢、這個有啲癲啊！呢個係亮麗紅，我覺得真係紅色幾靚。咁我而家呢個咧都做緊個優惠，買 Mario 新 game 同埋只皮克文四咧嘅盒裝版，可以有100蚊折扣嘅優惠。咁呢只就係而家新嘅 Mario 啦，都 OK。即係其實而家我見自己都係，就算 OLED 版咧都係2600幾，其實都幾抵玩。好啦，咁啊同大家行完呢度一個圈啦，咁其實見到佢呢度主要咧都係擺咗星之卡比啊，擺咗呢一個 Mario 啊，咁啊仲有一啲嘅薩爾達傳說啦，啲即係比較任天堂係較為好好熱嘅一啲嘅 game 啦，咁啊動心都有，我見動心個攤位都好多好多下，咁當然啦，我今次同大家行呢度咧，其實未行曬，因為其實佢都幾大，就有好多嘅位置我冇拍低啦，咁所以咧大家咧有時間咧。就過嚟呢度行下啦。咁嚟緊大家應該仲有啲學生都應該未開學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未開始學，大家可以得閒就過嚟呢一頭下行嘅，即係真係幾多嘢睇啦，同埋咧都幾多嘢買嘅。咁其實中意任天堂嘅一啲作品、遊戲嘅作品嘅朋友咧，其實嚟到呢度咧，我諗應該唔捨得走，因為太多嘢行，太多嘢睇啦。咁今次啦，咁啊呢一個嘅Pop Store 啦，其實咧就由舊年嘅15號，即係12月15號啦，咁啊去到今個月嘅28號。1月28號，咁就會去 Pop Store 去到呢度，係啦。咁啊，如果中意的話，嚟呢度行下啦，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位行嘅位置嚟嘅，係一個依個 Pop Store 都幾好玩。好啦，今集啦，同大家咧去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 Share 同埋開翻我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記得 CLSS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啊！新年快樂，拜拜。